对，出来想要硬勾机会哦，位置悟空在旁边直接闪现硬敲，再勾一个回来，哎，那看起来凯特琳应该是活不下来了。下路强压线组合在前期将被击杀的话，会不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致命伤呢？吉克斯硬追，想要硬杀这一个拉克斯人头收下来，但是点燃，但还是很赚。闪现，这里悟空也要被换掉，而且看起来机器人也跑不掉了，是一波二换三吗？机器人最后一脚直接抬起来收掉了机器人头，上路想要一个塔杀，这个出去死不死得了极限，但还是被小兵的伤害给收掉下。石头人稍微有点难受，这里海克斯闪现出来，悟空又来了，这个钩子没有勾到，但是自己反而被打一套伤害，那凯特琳应该也是活不了。拉克斯有没有机会走？李星过来掩护喽，伤害好像不太够，应该可以换掉，但可能李星有办法再收头，但悟空的位置已经被抓到了，李星看起来又要收掉，哎。而且还没有上六等的情况下，哦，下路无法炮制吗？这一勾没有中，要死了。好，这里有没有要直接抢推线？做一个伤害阵大绝，有没有要硬撞？但是直接做一个单杀 Q 空。但我觉得李信现在肥度感觉可以一个人单杀这个杰西哦。没有大，有 Q 大吗？有。直接敲走，车轮兵减速，那应该是跑不掉了。狙这里杰西被两个人直接 gank 的情况下，机器人直接残血 Q 闪。回头想要硬拉多拉贡，这里直接空空，但是维姆斯进来了，自己家的枪双人组直接被一波 combo 秒杀了。选择是想抓这个没有闪现的凯特琳，勾到吗？有吗？哎呀，还是没勾到，但是后续悟空直接补上了无极风暴，转起来先秒杀拉克，这两个 TP 过来，直接这是一波四抛三。后续的话，悟空应该是放弃求生了，继续进去吸烟区，走不掉。凯特琳的位置不太好哦，后续有办法直接一炮打下去，打残了所有的人，后续加一个泳装直接杀掉拉克斯，但十人撞两个人情况下也秒杀到维克斯，机器人往后闪现，但是看起来吉英克斯的被动已经踏不起来，闪现车轮饼收掉了吉英克斯的人头，目前双方是一个三换三，但是这个单挑打得赢吗？辛朵拉是先到的哦，推球很关键，闪现硬推，闪现推掉，移出闪现，最后直接一波伤害，悟空来了，悟空应该是有办法收掉两颗人头吗？但是这里有个惊人，那悟空被逼的要先收掉了石头人，但后续辛朵拉一个 Q 一推球，差一点点自己也要阵亡了。我要注意的是，吉克斯没有闪现，有石头人，硬撞，后续直接一个 Q 啊，拉克斯伤害非常的可观，吉克斯阵亡，机器人也跟着阵亡的情况下，这个地方在蹲哦，辛朵拉好像没有意识到，直接打一套伤害打下去，哦，拉扯，这个推球直接拉扯，走位走得非常的漂亮，这一波杰西直接秀了辛朵拉满脸，这样比较吃亏的就是北辰这边哦，因为其实东泰是有回补，哇，还是有中，哦，孔道一套伤害直接秒杀拉克斯，但这是一个中单换辅助，攻到了对方的后排这个地方，凯特琳直接当场阵亡，多拉贡这一勾非常的关键，下路双人组倒下的情况下，石头人的位置也显得十分的尴尬，只好交一个大绝势不可挡往后退，但是金克斯跑起来点了一下，把对面直接点成残血，又还想要硬推，哦，这里交 TP 了，哦，有这样有确认到龙的血量哦。机器人一个闪现 R 到一个很烂的位置，看起来应该是要死了。哇，悟空被踹走，石头人撞了，撞到后排。对，这里威克斯直接被撞起来，直接被打一套伤害，又当场阵亡。杰西在侧面打了一炮，给对方的血量打残，但是后续已经进不了场了。李信挡住了这炮，所以北辰可能要等一下。哦，这里有抓到这个位置，切的位置很好，直接抓到了凯特琳的位置，但是被击杀。后续的队友并没有跟上哦。
哇，那这一波自己中单率先阵亡打野，阵亡的情况下看起来团战应该是打不赢了。杰西一个人在中路也不能怎么样，打一个 Q 技能缓住对面以后，只能开着 R 技能往后加速逃跑。队友有机会斩杀的，那就很可惜。打一套机器人攻回来，拉克斯看起来是要死哦，在前面调皮，把自己的命给皮没了。难不成两边？但是石头人大军拿来撞了杰西，他已经没有技能的这一波是巴龙被机器人给打倒了。杰西选择从正面想要做一个 poke， 但自己的位置要饱和，可能石头人要开战比较好哦。后续的话抓到了辛朵拉的位置，辛朵拉直接被维克斯配合着悟空秒杀，交了一个惊人躲掉对方的伤害，但是后续应该是救不了维克斯的性命的。这里的话，金克斯跟凯特琳对点，都按了金人，两个人金人互按，哇，这个画面太有喜感了。悟空二次进场，自己逼出了复活甲。后续的话，拉克斯的伤害直接打残了金克斯，导致他直接后撤，应该是救不了这个悟空了。只有保持他们的阵。那虽然比较可惜的是，辛朵拉被维克斯搭配悟空直接秒杀了。偷偷大马，哦呦！难不成拿到远古龙魂的那一方？啊，又是你，辛朵拉。硬抓闪现过来，辛朵拉推一个球，但是大绝下去又伤害不太够，辛朵拉倒在了上路，至少并要拿底薪直接一踢啊闪回来，但是杰西有复活甲，最后这个狙击直接打出他的复活甲的情况下，正面金克斯被石头人粘住了，完全打不动，实在是太硬了。那这场比赛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直接狙击呢？后续悟空也倒下，杰西也倒下的情况下，只剩下一个机器人在旁边应援。